今仔日是民国九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，今仔来到这个所在，请问外甥，咱贵姓大名啊？这是什么所在？我这码头口啦。哦，码头口啊，我姓郭万雄啦。哦，郭大哥啦，吼。郭大哥，啊，咱这是什么站啊？我这文旦。文旦吼。哦，咱这差不多种偌久的？我这头做三十多冬。三十多冬啊，吼。嘿。郭大哥，啊，你有感觉无哈？咱这个站虽然遐水调啊一个吼，但是我有小可看一下吼。咱每一位出来，拢加减啊有小可黄化嘞。叶啊，敢若小可黄落黄落安尼。对啦，我这也搁落真济啦，所以。要全我看安尼，会保持调较济袂安尼呢？哦，哟，啊，郭大哥，你有感觉无？咱这枝骨啊吼，敢若有青枝的现象呢？这有青枝，佫无大根，佫迄阵旧年办迄落学生的时阵吼，迄骨吼有小块老家，啊，家老家有长下，但是长无介哩。哦，哟，啊，郭大哥，啊，咱海环保吼，对这个青枝吼，只要你若咧喷后面的时候，你顺那枝骨啊，甲咱喷啊，甲全较淡的，会滴落来安尼吼，咱这个青枝的现象会当改善的。嘿嘿，啊，你唔是无你只这边若甲转时候，你转较淡，我转较淡，后尾下骹甲转去顶外，迄枝骨啊，我留淡，啊，滴落来，顺煞是。咱的迄个根部的吸收力拢总无拍算，一定这青枝吼，青真高呢，吼。你转的时阵，转较无淡啦，吼，较无淡伊就无开啦。吼，啊，这边若要转后面的时，才拜托你啦，吼，给转的较淡，啊，顺手会滴落安尼吼。咱个转两边啊，青枝按经啊，咱就知影有改善。吼，嘿，看两边啊。这有感觉那像无，我到有当时啊，调过时会搁打啦。即马开始啦，吼。这那像感觉无搁较打去啦。